喂，其实我当时我也在想怎么样分组，然后怎么样再重新分组 battle， 能选出实力稍微好一些的那个选手。所有拿了毛巾的选手，哇，他又要干嘛？心里面一下子就没底，我都以为快结束了。所有拿了毛巾的选手，上来一下。哦，哇，哇，炸了，炸了，炸了！哇！然后从第一轮开始，待定的选手，然后也一起上来。被磕了吗？那么多人呢？哇，这个好玩。好刺激啊！现在这个节目我真的是看不动了。有好戏看了。我先公布一个新的玩法啊，就是在我这一队的，我给了毛巾的，你是跳得好，但是我到后面看到另外一个跳得更好的，同一舞种的，我会叫回来继续 battle。 然后为什么这样，我是因为不想因为出场顺序然后影响到后面选手的情绪，我觉得这是我能想到比较公平的方法。就应该这样，这样比较公平。其实他这个做法我觉得特别好，就是给了很多后面的人的有很多机会，他不想放弃每一个人，我可以感觉到。对，我觉得这是相对公平的一个做法。跟朋友们聊过来之后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，他们很懂，他们也觉得他的确很难做，的确很难做。反而我觉得千玺这样的话是一种很负责任的表现。然后杨美娇，我有点没反应过来。孙露雨，就是莫名其妙紧张，然后有点慌。蛇男那时候我蛮惊讶的啊，荆棘的人又拉回来，我觉得这个是规则以外的举动。龙霄啊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因为一开始是直接过的，把之前晋级的又喊回去，怎么说呢，也许是我们能力不足。曹明宇，韩斌，啥情况现在？你们几位，我想再考虑一下，然后剩下的都晋级了。我想后面几轮都是像这个新玩法这样，你拿着毛巾，但是会有新的更强的人来替代你。OK， 下一位，辛苦了。还好，请开始。Oh my God! B-boy! B-boy!
好，我知道你的功底真的很厚很强，我知道你所有做了很多的东西都是有你的想法在里面，但我要打破所有人对 B-boy 的迷失，他是可以 solo 的，他是可以上升的 freestyle。 一首凉凉是吗？音乐帅帅帅帅帅，他做的东西我觉得 OK， 但是我想要看上身 solo， 不要碰地板，你先忘掉你是 B-boy， 我要看你能不能上身 solo。 我就想一直让他不要跳 breaking。 是吗？肯定是的。放弃了，我想说，我来这里，我只想展示 B-boy。他不懂 B-boy， 他真的不懂 B-boy。他让 B-boy 不要下地，我觉得这是对这个舞种的不尊重。他应该去学习一下什么叫 B-boy。不管他能不能接受，我不可能为了你改变。我当然知道有一些是很专攻的，但是我也希望每一个舞者他能够接受每一个不同的舞种的讯息。我以前也玩过 breaking， 所以我很清楚别人以前瞧不起 breaking 的人，他为什么不能排舞？但我就想要克服这一点，所以我练了排舞。我真的希望不要让别人真的觉得我专攻这个舞种就不会跳别的东西。我觉得 B-boy 没有必要这么编排啊。我觉得他对 B-boy 还蛮严格的，确实很多的 B-boy 他们只会做招式。Sorry， 抱歉，谢谢。哎，没过。我觉得有可能会有团战，如果在团战，我希望我可以编很多东西，而不是只有 breaking。亚洲舞王，其实这个舞王是不是真的舞王，我们心里面都清楚。在我编排了一个很完整的节目以后，你说你喜欢，然后你又不要我，这是为什么？OK， 下一位。会紧张啊，真的会。如果我是选手，我也会紧张，因为我相信今天每一个来的选手一定都有很多的招牌、奖杯等等，但来这个节目，我相信一定都会有一点紧张。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拿出你的全力，跟这就是街舞的精神出来。没问题。你跳的是？我跳 breaking。breaking。对。Go。Woo!